OK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玩我们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在玩我们的糖豆人。那我们现在手上这一个是 Power A 的摇杆，那我现在后面的四个自定义按键都没有另外重设，我们现在就很简单的控制。整个操作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个我左边这一只摇杆，我把它控制成用成左边这一只摇杆，我把它用成一个左边这一只摇杆，我把它调成左边这一个摇杆，我把它换成比较长的摇杆。左边这一个摇杆，我把它换成一个比较长的摇杆，那控制起来轻松非常非常多。